今天中午，辽宁葫芦岛市建昌县第二小学的学校门前发生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，造成了多人死伤。中午12点30分左右，在建昌县第二小学门口，一辆轿车突然冲入放学后正在过马路的儿童队伍中，随后肇事司机驾车逃逸，在逃跑途中被公安机关控制。 对，人已经抓住了，在这还在医，还在化验。这个奥迪车是吧？对。现在把这孩子都拉走了，然后交通刚开始通道，现在不通道了，都已经那个，恢复交通秩序，也就12点多点，都没到12点半。这他妈就剩三四个孩子在地躺着呢，120，你继续往过拉去吗？ 对，都二小的，对，他一走了就抓住了。据建昌县委宣传部通报，事故目前已造成5名学生死亡，18人受伤，伤者中包括1名老师和1名学生家长，相关部门已成立事故处置组，医疗救助组等工作组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。其实看到这个视频，相信所有孩子家长都会有种感到心痛啊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，现在还没查明，我们也亟待有一个官方的公布。 面对这么恶性的事件啊，我们等着警方给我们一个最终的调查结果。但其实我们也在思考，为什么一辆车可以造成这么多孩子这种死亡？所以我在想啊，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很快的国家，但其实很多方面的保护啊还并不完善。其实咱们到一些发达国家里，他们围绕着自己的小学校、幼儿园，有很多的保护措施，值得我们借鉴。 尽管我们的道交法里也规定了，比如经过学校的时候要减速避让，但实际上你看一些发达国家，比如在小学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，他一旦通过这个小学之前，很早之前他就提示有学校要把车速降下来，不能超过20公里。一旦有学生要通过的时候，要立刻停车，这是不能有含糊的，你要超过这速度就是重罚。没错，同时要校车的接学生的时候，他一个红牌叫 stop sign，一放，任何车都得要停车，就包括总统的车也要停下来。所以，其实在这方面，就给学校、给全社会营造了一个保护学校、保护孩子的一个安全岛。所以，我们也希望这个事件之后，除了要追究这个事件责任人，更多的我们其实能不能从设施的建设上、制度的建设上，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安全感。 确实，此时我们也会持续关注。